冬天再不用烧煤取暖了，现在咱们北方的冬天都用这款颗粒取暖炉，可以供暖30到300平方，真火炉取暖更暖和更安全，三档可调自动控温。冬天再不用烧煤取暖了，现在咱们北方的冬天都用这款颗粒取暖炉，可以供暖30到300平方，真火炉取暖更暖和更安全，三档可调自动控温，大伙小伙都可以。冬天再不用烧煤取暖了，现在咱们北方的冬天都用这款颗粒取暖炉，可以供暖30到300平方，真火炉取暖更暖和更安全，三档可调自动控温。各位老铁，冬天烧煤取暖既脏又累，现在北方零下20-30度都在用咱们这款颗粒取暖炉，三档可调自动控温，可以供暖30到300平方，开机3秒出热风，无烟无味无噪音。